好了。耶！关怀老人，关怀老人，我还没出去呢。我没开快，我还没出去，真的。我们要等一下会撞墙。我们要冲出去吗？好恐怖、哦！天哪，危险驾驶！我救我！一定要你，一定要你的出现。不想出去，太假了，一个推两个。知道，怎么问题？是暖呐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想跟妈妈一台车吗？没有。啊、哦！对呀、啊，你要跟妈妈一台车。对。你要跟妈妈一台车。要去。好，来，就不会。会见其人，先闻其声。真的是打我的脸。最早的时候我说这个向佐和向华亭用不了多久就会离婚，哎，还不离啊。我希望永远打我的脸吗？我的语言不要是对的，是吧？朋友可能会奇怪，你怎么有这样的语言，我没办法告诉你为什么有这样的逻辑推论。我也希望他们打我的脸，是吧？就是希望这个温碧婷不要因为总上热搜啊，而这个孤注一掷，是吧？强颜欢笑，是吧？当然这个都是我乱诛人心了。他们一家子轮番上热搜，你们大家不觉得奇怪吗？你们能解释这个问题吗？是吧？只有向华强不上热搜，非常神奇啊。行啊，不离婚就好好过日子。